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一颗最明亮的星球上，发生了一段寻宝的传奇故事。今儿咱们黄金传奇，嗨呀，再度出国啦！继上个礼拜，哎，我们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附近的双威乐园寻宝之后呢，嗨呀，这个礼拜呢，哎，我们要进行在马来西亚的哎第二集的寻宝了。今天我们寻宝的地点呢，哎，也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市郊。哎，这里是哪里呢？哎，这里就是结合了休闲、购物以及种种游乐设施的哎大型娱乐中心绿野仙踪。哎，在英文名字呢，哎，叫做 The Mice。为什么叫 The Mice 呢？嗨呀，在这里呢，哎，旁边有两个锡矿湖，这整个休闲中心呢，哎，就建在这个锡矿湖旁边。这绿野仙踪的设施呢，哎，相当的完备。除了刚刚您所看到的大型购物中心之外呢，哎呀，您现在所看到这个哎非常好的一个高尔夫球场，以及呢哎在旁边非常豪华的住宿环境，哎金马皇宫大饭店啦。来到这里呢，哎保证让您哎不会失望而回啦。哎，现在就让我们去到绿野仙踪来寻宝吧。好，今天参加我们寻宝的阵容相当的坚强，红队有彭伟华、杨宗宪以及辜敬杰。这蓝队的阵容，哎呀，当然是不遑多让的，有罗百吉、林佳怡以及黄浩伦。好，今天在我们大马绿野仙踪的寻宝争霸战里面，红蓝两队到底哪一队会获胜呢？欢迎收看《黄金传奇》。哎呦，各位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呢，这个寻宝的地点呢，非常的舒适，非常的休闲，阳光非常的充足。哎，看看我们的附近的这个可能的光度和亮度呢，非常的适合寻宝，而且绝对会中暑。今天我们黄金传奇的寻宝地点来到的就是位于这个马来西亚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休闲度假中心，叫做绿野仙踪。这个绿野仙踪休闲度假中心呢，是一个环湖而建的一个非常大的休闲广场。是，这边呢可以说是应有尽有，里面呢有像有五星级的饭店啦，像有这个高尔夫球场啦，像这个甚至于啊，还有连坦克车都可以直接开进来的商业中心。哎呦，刚刚陈晨讲到的这个环湖而建，对不对？这个在当初呢，就可以说是这个锡矿开发之后的遗迹，重新规划做成一个非常风景美丽的人工湖。而且你知道吗？这地方还曾经是这个前几年15国高峰会议的开会所在地。哎呦，马来西亚盛产的是锡呀，是啊，原来是跟锡有关系的，是，对不对？嗯，锡息息相关的。哎，这锡是我们蓝队自强不息的地方。怎么样自强不息呢？是我们红队一吹就息的地方。是吗？来。来，好好慎重介绍一下红队成员。欢迎我们红队第一位 KK 彭伟华。啊，第二位在地人了，我们马来西亚小姐辜敬杰。啊，第三位是我们红队的常胜军杨宗宪。第四位呢，当然就是我们可爱的金仙子梅里。在我们蓝队的成员，从第一位，这也是我们第二次来节目当中，第一次我们出国的，我们欢迎林佳怡。第二位呢是这边随队参观的这一位，罗百吉。你为什么会有哨子？注意一下，我们第三位。是我们是这个马来西亚的原住民，马来西亚的华人，黄伦。还有，自从这个吉祥物出现之后呢，我的蓝队可以说屡战屡胜的这一位，好，佳怡。佳怡都归为吉祥物了。你那边的？对啊，这个绿野仙踪度假休闲中心呢，我们到底要玩一些什么样的游戏呢？一共6关，不知道怎么安排了。看一下今天的黄金规则，请看。好，一起来看黄金规则。两队同时出发，寻宝过程中可获得3份提示，每份提示最后可各获得1/3张藏宝图。拼凑出完整的藏宝图，可进行一支宝箱钥匙藏宝术。首先打开宝箱之后，可以获得50000元之黄金。好，来看看寻宝提示。哎，这底下哪一个符号加在上面的等式，哎，可以使这个等式成立呢？这第二份提示，哎呀，只有8根笛子，哎，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第三份提示是一个时钟，哎，上面有6点、4点、10分，还有3点，嗨，这怎么个解法呢？
好，我们今天寻宝的范围呢，就在著名的这个休憩中心，绿野仙踪里面了。这边有各式各样的设施，到底会去一些什么样子的地方呢？还有好大的地方啊，吓死人了！不过最近马来西亚每天这个3点到4点会下场大雨，就消暑，是不是？所以希望大家能在3、4点以前结束，好不好？这个蓝队不要让我们红队等太久啊！好，来欢迎一下我们守护神，是我们今天的守护神呢，就是绿野集团的董事经理，他的职称叫丹斯里，丹斯里就是伯爵的意思，让我们欢迎李金友先生，欢迎李先生。今天请到这位董事经理呢，好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台湾的观众朋友，说几句话，好不好？首先我要代表绿野仙踪呢，欢迎台湾的朋友今天驾临这里，那么很高兴呢，你们的黄金传奇可以来到绿野仙踪，谢谢。绿野仙踪它是以前是一个很大的，全世界最大的锡矿湖，那我们整个开发的这个重点呢，就是希望为提供一种很新的。旅游的经验，让大家可以来这里体验，乘船购物啦。那么还有呢，我们这里还有，好像刚刚你说太热了嘛，这里我们有这个下雪的地方，我们有下，你可以体验这个在夏天里面这个享受这个雪景。哎呦，好什么都有了。好，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董事经理李经理给我们提起招待，鼓励。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请守护者来颁发红蓝两队的第一份提示和地图。首先是颁发的蓝队，一定会输的蓝队的，来地图跟第一份提示，来，这个罗百吉代表接走。好，提示啊。好，接下来颁发这一定会赢的红队，来第一份提示跟地图，来。你在忙什么啊？你在忙什么东西啊？好，三队有求必应，金牌三面，来。谁林佳莹。好 ，Are you ready？ 好没有 ？Yes。OK。预备。1、2、1，比三。好，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份提示。OK。好。时钟。6:06加4:10，就是10点10分。十点十分。10点10分是什么？什么字啊？如果说十点。一个打勾勾。10:10 L 对不对 ？LV 啊 ，LV 吗 ？Lower ground，LV，LV， 6:04，对，这样子我们是不是？我们要不要用金牌？要金牌了吗？第一关先用金牌。第一关好，来看一下，他们也还没有，这样子下去的话，还解答不了，我们就晕了。我知道了，6:04这样子，加4:10是这样子，所以它是 KL， 那3:10是 LKL， 让我看，这里 KL restaurant，yes， 走吧。我们来看看，原来呢，这个时钟上面的时针和分针呢，把它排出6:10、4:10以及3点的这个状况呢，就可以看到两个英文字母了，分别是 K 和 L。所以我们去的地方呢，在地图上一个地方就是叫做KL 海滩餐厅了。在这个餐厅里面呢，有各式各样的大码食物了。我们来玩两个游戏，吹剑吐糠。这队员轮流以吹剑进行吐糠游戏，射中过关牌就可以过关，没有过关就要罚吃马来特产了。在我们这边马来的土著呢，他们的吹剑呢，可以吹得非常准的，但是呢，不知道能不能射到过关啦。在这里的第二个游戏呢，大家来跳竹竿舞啦，轮流学习跳竹竿舞，达到关主的标准就可以过关啦。这竹竿舞呢，在东南亚地区，是相当的盛行的，这马来人跳得相当的好，这我们一人能不能过关呢？快！教下来哪一个答案可使上路等时成年？哪个答案？这是除吗？几分之几吧？糟糕了！糟糕！加，这个不一样。快中暑！我帮你三。如果是，那答案。裁判用金牌，这个我猜不出来。
我数学差就算了，他洗的更看不进去。看不太了。预备，来，预备，进。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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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随便加一个嘛，然后如果能够让这个等式相等就行了。那答案是这个，为什么加这一撇会让等式相等？因为545加5等于550，所以答案是哪里？快点加油！我勒勒！红发咖啡屋走了啦，我知道在哪里了，不用看地图，不用看到。哎呀，这个等式呢，哎，只要在其中一个加号上面，哎，画上一条斜线，就变成545加5，哎，这个等式就等于550了。所以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一，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红发咖啡厅了。这红发咖啡厅呢，哎呀，这里面摆了许多70年代，哎，咱们这个巨星的照片了。在马来西亚的咖啡厅为什么摆我们香港和台湾巨星的照片呢？哎呀，原来是这里的华人相当多。哎，在这里呢，哎，咱们来个咖啡蹲，与在地队进行咖啡蹲大赛。哎，淘汰时候在地队就可以过关。在这里的华人呢，哎，他讲的福建话跟我们讲的闽南语呢有点不同了。哎，欧嘎比他讲成嘎比欧。哎呀，小心舌头打结了。哇，好舒服啊！这是当地人，他们分不清楚海马跟河马。其实要分辨很简单，河马比较胖。够了，够了，他一个。冲下去啊！它那个水会慢慢降下去，慢慢降下去。哦，像巴拿马一样。路，那不是跟那个停车场一样吗？嗨，嗨。啊，原来这不是歌声啊！我有一个原著。高啊！哎，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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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好喝。预备起。别蹲，别蹲，别蹲完不要蹲。人类的一小步，不不，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走吧。关主，好，我们四位到齐。好，来欢迎各位来到这个海滩餐馆哈。然后我们这边玩的就是这件杜康。那因为我身边站的这两位呢，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当地的原住民，啊，当地的原住民。他那两个贝壳做没用啊？好像。就是装饰 ，bra。来，那我们这边玩的呢，待会各位呢轮流呢用这一把吹剑，好。就是吹剑，对，杜康，道具在那一边。好，那待会你只要啊，杜康啊，吹中过关者就可以过关。如果没有吹中呢，啊，各位身后的这个食物呢，各位就吹中什么吃什么。对，各位了解吗？了解。好，那我们先看我们的当地原住民勇士来为各位示范。是。我看好了，好，注意看，注意看他。吴景杰说，他会不会吸进去啊？看看这个位置。好，我看到没有？过关在那里。我看到。来，魏先。来，好来。当然，那头都不用掉吗？哎，这一根杆子很重哎。那他帮你挑着。哎呦，没这只。好不好吃？我们再拿一个，好吃。这一碗面，太阳晒得好 Q 哦。随便挑啊。我以为他示范那个蓝色，我就换下一位。好，下一位。好，好，没错。哎呀。摄影师要不要吃？今天很辛苦哈。你吃到肚子里去了？没有啊，射出去了。可是射那个缝里面，人射中啊，球跟球中间。对呀。加油加油！哎，我觉得我们帮你扶着好不好？看准，看准。你为什么？你先来。好，可以先来，可以先。加油！回来。就走。加油！耶！太少，只有一个过关啊！啊，要全部过关，不是全部啊！对啊，轮流来嘛，当然是一个一个了。我们要四次耶！别蹲，别蹲，别蹲完高标蹲。别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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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蹲
分别都是不同的英文字母啦，这是什么英文字母呢？ O N D E H， 嗨呀！所以我们要去的地方呢，就是有一家咖啡厅叫做 All Day All Day。这 All Day All Day 呢，它里面有很多娘惹食物。这娘惹是什么呢？在这里的华人跟马来人混种呢，男的就叫巴巴，女的就叫娘惹啦。所以在这里呢，咱们来一个巴巴娘惹配啦。与在地队划巴巴娘惹配拳，获胜者享用可口糕点一份，将糕点吃完就可以过关了。在马来西亚这边呢，这个娘惹文化是相当独特的，所做出来这个娘惹糕啊，嗨呀，非常的好吃。好，你需要烫 ？You strong？ 我觉得你需要按摩一下。加油！来，加油！来，我是关主。加油！对啊，叫醒了吧？啊，原来您就是关东煮。快快，好了吗？加油！快加油！快加油！你瞄准哪一个？几号球带？还几号？不必啊。可以了，一瞧就瞄准。一鼓作气。第三颗那个有没有可能来？你要射粉红那颗啊？好，哇哇！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好，我们大家支持你。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杨宗宪一吹完，这边都是口水，都是。这是汗水还是口水？他飙的啊！他飙我的，真的？他要用舌头先堵住，然后。啊，这样啊，这样子，对啊，他教我的，所以我要这样吹啊。节目好，没有比较强，是没有比较准。哈巴狗，来下一位。耶！恭喜各位啊，辛苦的过关，大概球都差不多射光了。不过呢，来到我们这边海滩餐馆哈，还有两关的。还有两关啊，这是我们第一关，第二关往那个方向去，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来吧。欢迎你们来到 Odeode， 这边是卖娘惹糕的。Odeode， 说到这个娘惹糕，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娘惹糕。为什么？华人来马来西亚定居的时候。
跟他们当地通婚嘛，华人来这边跟马来人通婚，他们有第一代称为八八娘惹，八八是男生，八八是巴厘岛，娘惹是女生，他们那一代做出来的传统糕饼都称为娘惹糕，所以说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叫做娘惹拳吗？八八娘惹配，八八娘惹配，但是要划拳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这边的食物。好，这个呢就是九层糕，就是有九层的，用面粉或者淀粉一起做的。嗯，好漂亮。好漂亮。这个是糯米做的，里面有那个古勒姆拉克，古勒姆拉克就是一种糖来的，黄色的。黄糖。这个里面有香蕉，也是有梅酱的，拿来蒸出来的。其他你们就是吃了就知道了。好，谢谢。其他就是这半边，对不对？好，来，请娘惹配，是吧？八娘惹配。这个拳呢，我们有个口诀，就是黑白菜，男生女生配的变法，叫做黑白菜，八八娘惹配。黑白菜，八八娘惹配。八八是男生，八八男生的，娘惹是女生的，男生女生配，八八娘惹配。好，来，我先来，八娘惹配，好不好？不练习哦。我这才练习什么？好，来一个出来。好，赢的人就吃一份糕饼。赢的人是要吃，输的人呢？输的人，我们就让你们吃了，这是 pass 关了。pass 把十份吃完就过关了。啊啊！黑白配，爸爸娘惹配，谢谢。天气那么热，对，刚考验撑了呢。刚考验过大家的嘴上吹剑功夫，所以我们现在考验大家的足下功夫。今天我们就是大家来跳竹竿舞。简单讲一下，我们现在现场这几位原住民呢是东马、沙巴以及沙劳越的原住民。那个好漂亮哦。对。那他们为什么要跳竹竿舞？是因为每年在稻米丰收之后，他们会跳竹竿舞来庆祝。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学竹竿舞。那我们先看他们的示范。好。注意看到是点两下。越来越快了，他怎么跟节拍不太一样？
那两位要先出来，先来跳这个竹竿舞。现在可以了哈。现在开始啊。那我现在讲规则，就是一分钟以内，如果被夹到脚的话，就没有过关，没有过关就要接受处罚。那如果一分钟内你跳得很好，然后没有被夹到，而且有照他们动作来做，那我们就过关了，就是这样子。好。OK，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喽。他们两个都不太顺啊！他们在抓脚了。小胖子来了，来拍星星。跳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有请一个裁判，然后现在他会决定你们刚跳的好不好，那他会有自己的处罚，但也许不是吹箭吹到你们头上了。没带的说。If it is this wrong, I will write your face. I draw in your face. You are special winner. I'm a winner. Both of us. Yeah. 黑白配，黑白配。爸爸娘惹。爸爸娘惹配。看到没有？什么叫厉害？Jerry， 你身上有我是你的荣幸。百金百金最帅，最帅。黑白配，爸爸娘的配，黑白配。爸爸娘的配，黑白配。爸爸娘的配，黑白配。爸爸娘的配。讲的太复杂，哎，八只笛子呢就是八笛啦。
我们在地图上，就有个地方叫做彩虹巴迪拉。这彩虹巴迪是什么样子的地方呢？它原来呢，是这个马来西亚这边著名的蜡染。这马来西亚蜡染呢，哎呀，这完全是纯手工给染出来的。您瞧，哎呀，这每个图案呢，都相当的费工耗时了，做出来的布料呢，相当的漂亮。 在这里呢，咱们就要来一个彩绘巴迪拉，依照师傅示范，随机蜡染工艺，达到师傅标准就可以过关。很明显的，我们要请关主出来评判。我们没有过关吗？ 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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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兄队同样获得三分之一张藏宝图。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很像中国娃娃？有没有看到两个啾啾在这边啦？有啊有啊。有没有特别可爱啊？可爱可爱，好可爱哦！哦，谢谢。一个脸上这个什么？帮你扇风的。那然后呢？啊，恭喜过关，加油！好看，来这边。谢谢丽丽。好。这是我们的提示啊，五等于550。加入下列哪一个答案？放在哪一位？对，我们要不要叫仙子？对，一二三，天灵灵，地灵灵，黄金吉吉如律令，有请金仙子。好，这个，你有没有觉得我跟红队是一体的？对呀，看跟你是一样的，可爱的金仙子。对呀，我告诉你哈，五加五加五不可能等于555嘛，对不对？那我们只要加入。这样子一撇下去，545加上5不就等于550了吗？对不对？真的耶，对不对？所以是红发咖啡屋。嗯，对。好，谢谢，加油，谢谢。哦，怎么做样子？这个单元怎么做做题目呢？哎呀，其实这题很简单的，哎，您只要在其中一个加号旁边，哎，画上一条斜线，就变成545加5，哎，就变成550了，这等式就成立了。这答案是一，哎，就是您现在所看到的红发咖啡室了。这红发咖啡室呢，哎，有许多华人，哎，他们讲的都是福建话，哎，跟我们的讲法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要来一个咖啡蹲，与在地队进行咖啡蹲大赛，淘汰所有在地队就可以过关。好，黄哥好，来到这一关。这里要玩的是蜡染，就是马来西亚传统的蜡染。蜡染花布。蜡染，对，蜡染。那我们现在请这位美丽的 Mandy 小姐来帮大家介绍一下蜡染的制造过程。那么呢，我首先为你们简单的介绍了哈。好了。我们主要的工具是用这个蜡斗，马来语叫做枪顶。枪顶。枪钉。枪钉。马来语。而我们上颜色呢，就是用这个毛笔了。好，那么我先为你们介绍，你们在这边看看，来，我们先从这边来。这个怎样画呢？就是我们首先呢，哈，把那个蜡煮融的，啊，我们用这个工具呢，把那个蜡呢拿起来，那么那个蜡拿起来了之后了哈，那个蜡会从这小火的流出来，啊，然后呢，你们呢要画图案，啊，那么画完了之后呢，要上颜色，啊，为什么画家要用蜡来画图案？啊，原因呢是当画家了哈上颜色的时候，使那颜色呢哈可以包围起来，不会把那颜色呢散太宽以外。就是独一无二，靠灵感画出来，没有起稿。我们这边好像彩绘发底，那发底的意思就是蜡染的印花布。那现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半成品，就是你们要画，这边是一模一样的蜡染画。那现在我们只完成了一半，所以说看你们要先在这里练习，练习完以后再正式开始画。我们不知道画那没有完成半成品上面吗？对啊对啊。我们看一下，它这边有一个是半成品的。啊，没关系，我们照画好了，可以了。没有问题，我们相信我们大家都会画图吧？分区一个人画一区就好，一人画一区嘛。对吧？你画这个小女孩，哦，你画那个，我画这个，好吧，开始啊。你们拿那个蜡，他画了第一部分的时候啊，要停下来再拿，因为呢，它冷了之后啊，就比较难画。
不都长得一样吗？上天要毁灭一个队伍，一定要让他去玩或纳兰花布，我们死定了。我想，我们看王丽他们那队在干什么吧。这一关就别看了，死定了，画不出来，画不好的。各位队员有没有信心啊？ 看他们还说有，我就知道他们会说有。来吧，齐了吗？齐了，齐了，欢迎回来，红发咖啡师哦。那这边呢，顾名思义了，咖啡师呢，我们就来玩咖啡蹲。哦，这边有各式的咖啡跟茶。哦，那我这边会有牌子，我们跟在地队一起玩，只要把在地队淘汰掉，你们就过关。哦，那你们如果有错误的话，就是要喝我们的咖啡。咖啡你的。咖啡啊。 图像吗？加上一点我们队里面的创意。他不要。罗百姓被你害死了，罗百姓，你怎么会这样画？你这样画我们怎么会过关呢？很像啊。要创意。上面有六个人，我们连画了六个人啊。啊，把图板就对了嘛，对不对？还好会。Jerry， 等一下。到时候人家买画，不知道钱要交给谁啊？我当然要签名啊。你想太多了。 好了，可以了。好，然后呢？好，请大家面对一下。好，收。来，陈。大家来参观我们的画，是不是还蛮有艺术？其实不难看，对不对？各位。到底要毁灭的队伍，的确从。
这幅图可以看出一点迹象哈。但是艺术这方面这种东西是勉强不来的，所以勉强算你们过关了。谢谢，谢谢吗？对对对，真的吗？大哥你好仁慈，你好美丽，你好优雅。喜欢的话，现在可以开始拍卖，好不好？250开始。这么要啊？听到没有？啊，我就被这个签名毁掉。都是被这签名给毁的。哪有有增值的价值啊？所以现在我们过关了。不过这是你们下一关的提示哦，谢谢武昌起义。辛亥。武昌起义。我们去过了红发是一只一。是 Golden Horse 嘛，金马。等一下。啊。等一下，武昌起义是10月10日，10月10日组起来的字叫做朝代的朝，对不对？10月10日，对，没错，朝代的朝，好像是，有可能就是这个。习气皇朝。10月10日组起来是不是朝代的朝？习气。习气，我不知道习气皇朝好不好？是的，在这一栋里面呢。就在走，习皇朝走。边而已。厉害吧？哎呀，这武昌起义呢，就是10月10日，10月10日呢就是朝。哎，这黄色的字，哎，说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皇朝了。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这个著名的习气皇朝。这马来西亚的锡矿呢，哎，非常的多。哎，这里的锡器也相当的著名。您瞧，哎，这很多东西都是手工打造出来的，相当的精细了。在这个锡矿里面呢，哎，有一个相当珍贵的东西，哎，就是您现在所看到的锡米胆呐。哎呀，这可是相当昂贵的一个这个矿产呐。在这里呢，哎，咱们就要来寻找这个昂贵的锡米胆了。哎，寻找带有珍贵锡米胆项链的人，哎，将是带回就可以过关了。哎呀，但是在这个购物中心里面，哎，到底谁带有这个锡米胆呢？Yes， 黄金传奇趣味超级。屌冰墩，屌冰墩，屌冰墩，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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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墩，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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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墩，H 在哪 ？H H H 哎呀，我们起来看看这照片里面的工具或食物呢？哎，它分别呢？哎，都是英文字母的造型。哎，是哪五个英文字母呢 ？O N D E H。哎呀，所以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 All Day All Day 啦。在 All Day All Day 里面呢，有许多娘惹食物。在马来西亚的娘惹文化里面呢，哎，男生叫爸爸，女生就叫娘惹了。哎，做的娘惹糕也相当的好吃。哎，我们在这里呢，就要来一个爸爸娘惹配啦。划爸爸娘惹配拳，哎，获胜可以享用糕点一份，哎，吃完就可以过关。马来西亚是占国宝级的产品，那锡呢？早期的锡都是用纯锡的，那演变到现在都是以高科技呢，用24K的金箔纸呢包上去，它是用纯金箔纸包。但是呢，还有另外东西呢，就是在我们华侨眼中呢，就是采锡的时候过程中呢，最注重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的那个锡米胆。啊，锡米胆呢，其实是在我们国宝，它是属于国宝级中的国宝。那这种呢，传统呢，就属于带蜜钱袋。它东西都好细致哦。它其实这个细米胆呢，它是一种矿物，在锡矿里面找到一种
串呢，大概要马币200-300块。200-300块。OK。那看大小，要看大小的定义。好，那大小我们玩什么？最高我们要买的游戏呢？不是，那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往前冲，赶快去找。你的项链没有？那小姐，小姐，你的项链。先生，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你的链子？项链没有，没有，没有戴项链，没有，他没有戴项链。我有点神经病。班主你好，你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店叫做他在卖娘惹糕的，娘惹糕就叫我的有的呀，不是，那是其中一样。不是啊，所以我们这边玩的拳是八八娘惹配拳，就是男生女生配的翻版。哦，八八娘惹，八八女生配的八八。然后我们等下跟在地队比赛。啊，没有这样。我们赢的话可以吃。你们人吃？对，没有，你们吃，你们赢就吃。哦。吃完十份就过关了。好，赢了就有面子啊！哟，这是好吃的东西。是我们吃好多东西。一般我们不是黑白配，男生女生配吗？我们改黑，对，八八娘惹配，因为八八娘惹是男生女生嘛，我们改黑配，八八娘惹配，好，来，八八娘惹，我最不会玩这些了，你们玩起来，没有，没有意思的哦，我们就开始了，好，黑白配，黑白配，八八娘惹配，黑白配，黑白配，八八娘惹配，黑白配。要吃两粒啊！要吃两粒哦，而且他们招牌哦。真的好吃。黑白切，八八娘惹配。啊！干嘛？你也配得太狠了吧！配，黑白配，八八两两配，耶！不错，好，不错。要冰的。
面有七个。来，嘴巴打开。看一下好不好？哦，不是，谢谢。这边的都检查过了吗？女生、男生都可以。跑去哪里啊？哎呦哎呦，好想你哦！找到了，耶耶！哇，所以我们要去找关关，就是骑这个恐龙才找到的。我们用金牌好了，好不好？金牌有两块吧，对不对？对。来，金牌，来一杯。金，陈玲玲、李玲玲、黄金玲、刘玲玲、姚金玲，这是。不要管我，队长，金仙子，终于到了，不要忙昏头了。为什么？实在好难哦。你看嘛，六点，帮我把它画出来。六点加4:10，这一笔记得6点，然后4:10，把它摆出来。对。再加上刚刚的6点是什么 ？K 对，然后再3点摆出来。L 对 ，K L 快去加油！哇嘞嘞，天天想着干。哎呀，我们来看一看，哎，这个时针分针呢，哎，6点加4:10就是个 K， 3点呢，哎，就是一个 L， 所以我们在地图上有一个地方就叫做 KL 海滩餐厅啦。这 KL 海滩餐厅呢，哎，这里面呢有相当多的这个马来食物啦，哎，这马来食物呢，哎，相当的独特。在这个餐厅旁边呢，我们有两个游戏啦，第一个游戏吹剑突坑，哎，轮流以吹剑进行护缸游戏，射中过关牌即可过关，未过关罚吃马来特产啦。在马来西亚这边的原住民呢，哎，就是用吹剑来狩猎的，哎，可以射得相当的准。在这里第二个游戏，哎，大家来跳竹竿舞，轮流学跳竹竿舞，达到关主的标准就可以过关。长跑图，加油！谢谢。
他们找一个 table 好不好？好。哦。地图呢？来看一看。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彩虹，陈巴迪。巴迪。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巴迪，对，八个笛子。八个笛子，彩虹巴迪走。彩虹巴迪走。哎呀，千万不要想差了，其实很简单的，八只笛子。哎，所以我们要去的地方，地图上有个地方叫做彩虹巴迪了。这彩虹巴迪是什么样子一个地方呢？哎，在这里呢，哎，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彩绘了。这个彩绘呢，哎，是用蜡染的方式，哎，将这个图案呢，哎，用手工画在布面上面。哎呀，非常的耗工，但是呢，做出来的布料，哎，相当的漂亮了。在这里，哎，咱们也要我们的艺人来试一试，哎，如何来彩绘了？哎，这彩绘巴迪，哎，依照师傅师范学习蜡染工艺，哎，达到师傅标准就可以过关。等一下，要点灯。吓死我！他好有幽默感。啊，捞起来，捞起来，那头金鱼啊！好，我们到了，小心哦！没有了，掉掉！耶，好，走，欢迎各位来到这个海滩旅馆，哎，海滩餐馆，对不起，我们在这边玩的呢，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些原住民的一些活动。啊，第一个我们为各位介绍的就是我们这边有两位马来西亚当地的原住民，就是原住民勇士，哦，他们为各位示范吹剑，那待会我们就玩这个吹剑吐缸的游戏，各位轮流一位一位来，然后射那个我们身后的那个道具，气球，气球，对，吹破者，吹到过关者，吹中过关者就可以过关，四个人，哦，然后没有过的就吃东西，每个人都要吹到过关。对，每个人都要吹到过关。那我们请这个原住民勇士来各位为各位示范这个吹剑怎么吹。哇！你怎么吹的？来，你先来。我是我先试好了。团长先啦。丢一下。这个是准心，好，这个准心，各位看一下这个准心，瞄准是瞄准这里，好。哇，这个面吧，金汤花面，马来西亚的面。哎，有辣，有辣辣呢，它有辣辣呢。哎，炒粿条跟椰浆饭也是我吃，我不能吃辣的，我会咳嗽，不要吃。好，第二位。碎呀！用力点。啊！干嘛？马来西亚的咖喱面。这样下去会死人的。辣不辣？嗯，是是是是。哎。我们女生待会要睡的时候可不可以近一点？可以。我。啊！我们又唯独逗到他哈，对吧？对。等一下，就飞起来，是马来西亚对。可以试试看，小心点。来，一二三，走。站着。高一点。高一点，再高一点。站着。嗯。哎呀！用自行车当过关的。叫。观众好，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这一关。那我们这一关叫彩绘巴迪。好，那巴迪的意思就是。巴迪。马来语里面的意思。巴迪。No, 巴迪。巴迪。意思就是彩绘人体啊。蜡染的印花布，主要是用蜡染。对。我们现在这一关就是，我们这里有一幅很美丽的画。然后四个人合作，对，四个人合作。OK， 好，我来描边，我们来染，好玩吗？真的吗？有计时间吗？没有，要完成为止。哦。
And make you happy。不要勉强啊，其实。哪个是过关？哇！一家总分都没有，这是超级武汉带来的换来的代价。生效了。那个蓝色的。加油！再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低，我就可以了。可以吧？有刚刚好。结果我瞄这东西，我侧看瞄比正看还准。我就看准了。耶！耶！红心，如果过了，过了，过了。Jerry 也过了，我等一枪就过了。来，恭喜各位过关哈！谢谢，谢谢。刚才说过这边有两个关卡，第二个关卡就是我们的原住民竹竿舞。请各位到那边去接受考验。好，快快快！差不多了。我们差不多了啊，关主，你要不要看一下了？关主已经说话了，说吗？关主说话了，接不了。张总，好了，好了，来，反过来，反过来。那这就是我们87年2月22日为大家所画的一幅蜡染。怎么样？这样对照一下，还是有点伤感的。嗯，那当然，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嘛。对对对，对不对？但是你们还是很努力，大家都很努力的画。嗯，这一关算你们过关。谢谢。下一关的提示，来，看我烫到皮变这样。武昌起义，这是辣。武昌起义，武昌起义，起义，武昌起义。我们叫仙子，来，仙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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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十节，对呀，10月10日可以组成一个什么字？十朝，朝，朝，对不对？它又是黄色的，所以是黄朝。黄朝，对呀，你刚猜对啦，加油！好，拜拜。哎呀，这武昌起义呢，哎是10月10日，哎，所以呢就是一个朝字，是用黄色的字写的，所以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哎，地图上一个地方叫做习气黄朝啦。这马来西亚的锡矿呢也是相当的多的，哎，在这里的锡器也相当的有名，哎，纯粹用手工做出来的，相当精细了。其中呢，哎，这锡米胆是锡矿里面最珍贵的部分。哎呀，我们在这里呢，哎，要玩什么游戏呢？哎，寻找锡米胆呢、啊，寻找带有珍贵锡米胆项链的人，将之带回就可以过关。快快 ，Hello Hello，Hello，How are you？ OK， 好好的艺人，来来来，这边来，这边来，来这边这边好，这边好，关注在这，关注在这。好 ，Are you ready？ Yes。刚刚吹得很辛苦哦，现在来考验竹下功夫。我们今天要跳的是竹竿舞，大家来竹竿舞，队员轮流。来，刚刚吹得很辛苦，对不对？对，还好啊。竹下功夫，我们今天要玩的是大家来跳竹竿舞的 ，OK， 就是对轮流学习跳竹竿舞，达到关主的标准即可过关。好，标准是什么？标准，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他们是东马的沙巴以及砂劳越原住民，然后他们在稻米收成那个丰收之后就会跳竹竿。我们先来看他们的示范。第一个，注意哦，他的脚是这样。We will rock you. We will rock you. 哇，竹竿啊！讲一下，简规则非常简单，就两两一组跳一分钟，只要不要被夹到的脚，或者说跳得非常好，让关主来评定，然后他觉得很好就过关，然后没有过关就要处罚。那我现在再讲一遍，处罚要处罚跳多久？讲一遍，一分钟，一分钟就好了。那你们先来，我们现在请两位先下来跳。处罚是什么？我等一下就知道了。好 ，OK， 好。不要急哦，不管就要急哦。
角哦，他没有跟单面。他有夹角，他要把它往上夹。不能故意哦。他们就是照一切。不单面，不单面。我们先来评定一下，他是最标准，因为他可以知道这是好或坏。来，你决定一下。啊？决定处罚。啊？打半傻。打半傻什么意思？没有。哦，哎，他画的，他跟画的画小偷一样，跟画贼一样。哇，你看你说我，他颜料用的好多，好可怕。哎，他不能因为我们不是同胞就乱画。他画的是那个勇士装哦。欢迎来这一关，这一关我们要玩的游戏就是寻找，带有虚拟感的。待会游戏方式很简单，待会你们去这边，因为这边很多游客嘛，然后你去路上找到一个身上带有这个相同坠子的虚拟感的那个项链坠子的人，就到这边来这边关。来，我们分两组，中间给我你们俩一组，好不好？你们往哪里？我们这一区，我们这一区。哪一区啊？在这一区吗？就这一层嘛，对。我们这一区，我往这边走。来。我金牌一定留到这边的，来，这边已经看不懂，对不对？七，天灵地灵黄金吉，有请金仙子。
偷吃被人家发现，好丢脸。我快受不了。你看啊，这是不是有两个颜色？对，五线谱里头其实是不可能同时出现升降降。对啊。对。同时出现，所以你就看这两行有哪两个注，有哪些注音，把它组合起来，看看，打拼起来。舞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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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舞台呢？升降舞台，加油，快点！升降舞台在哪里？这是在外面的，是不是？哇靠，太漂亮了！走，升降舞台，过来，过来，过来，看到没有？哎呀，我们来看看，在五线谱上面是不可能升降记号同时存在的，所以这两条线呢，哎，有问题了。这上面就是舞台两个字，所以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您现在所看到的升降舞台了。在绿野仙踪的购物中心里面呢，哎，有一个运河，运河上面就有您现在所看到升降舞台了。哎呀，还有很多歌手是在这里表演的。在这里的谜面呢，哎，吉隆坡为马来西亚的首都，请问吉隆坡何时成为首都的呢？哎呀，这到底是1856还是1886？哎，或者是1906年呢？小姐，何时把吉隆坡列为首都？请问一下，他们知道吗？你们是中文吗？可以。你知道吉隆坡这个都市什么时候变成首都？我来，我帮你点烟，你告诉我们好不好？不懂。那刚我们在里面给你讲小哥了，我告诉你们讲了。你来呀？那都给我告诉你，1957年。很爽一下，你，嗯，你回来吧，在录 ending 啊。来，今天
两队啊，可以说呢表现的可圈可点啊。尤其呢，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很怪的关卡，是，哎，让我们发挥了这个辣染的精神。哦，那看一看这两队的辣染，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红队会输。我们在那边耽误太多时间了。因为我们精心创作啊，制作。你们画的是有多精致，我都不晓，我就不相信。我开玩笑，你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啊。我们在那边的时候，那些观众、观主都还没说话，观众就说：“哇，这比蓝队好太多了嘛。”对，了不起。哦，我们不光是这蜡染的，我们在其他地方，听我们红队来说说看啊，来。我们什么都好，我们那个车间车的比你们多。对，我们吃的比你们多。都输了耶。这多都会输了，而且身材会跟我一样。后来，对呀、啊，跑不到，跑不到，跑不到哪去了？你们吹最多的人是谁？我。对，一个队要灭亡之前，一定要有一些像败家子的人物。你们有杨宗宪，我们也不落人后啊，我们有罗百吉啊。可是你们怪罗百吉啊，我们没有怪杨宗宪啊。没有吗？你讲的那么大声。可是我憋得宽，我都过得很快啊。哦，这样子啊，但是我们因为我们这队都要讲输的经验啊，是不是？所以我们都讲那个自己最菜的地方，好不好？来，顾靖杰，我最菜的地方就是在那个 Onay Onay 那边，那个男生女生配那，冷娘什么什么，哦，他好听，我那个真的是很听话，八八娘惹配了，对对对对，就是一次而已哦。配完之后我输了嘛，他就配，我就去去那边就去，人家叫他去哪他就去哪，太听话了。来，我觉得呢，去到不同的国家要学不同的语言啊，在这个红发咖啡师那边呢，这个红发怎么样？我想什么？他在讲一个，他讲好好笑。蹲呐，屌冰蹲，屌冰蹲。没有那么啦，你那时候是屌冰蹲，屌冰蹲。我蹲了半天，我也搞不懂，但是呢，觉得好好玩。就是有这个很大的特色，一进门的时候看到这个红发咖啡师，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特色。那当然在这个地方要学会这个“得奥冰墩”这个字，哎，念真的很痛苦。可是虽然这个红队表现不尽理想，但是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怎么样？这蓝队也不是说赢在哪里，就是说的每一个人呢、啊，可以说是团结一致啊。他也不说多优秀了，就一马当先，然后呢就是奋发图强这样子，没有那种来。那个败家啊，不是，那杰瑞，我觉得最好玩就是我们在坐船那段，可以看到那个水渗下去的地方，然后降下去，渗下去。然后最好玩是我们跟沈腾站在最前面的地方演那个铁达尼号，来，我们再演一次。啊！然后船就停下来了，突然就刹车。吓死人了！讲讲，我觉得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夹角，那个本来是应该可以做的，因为我觉得他做的那个。你是舞蹈老师啊，你跳的真好笑。不是好笑，我觉得是他那个裙子太短了。我们那么高大的人，怎么可以去迎接那么短的？证明，因为他跟杰瑞两个在试跳的时候就已经像咚。头撞头，谁高大？你在我面前讲谁高大？你是头又大肚子，我是林嘉怡来。我觉得我今天最有贡献就是还有他们有杨宗宪，我们有我，因为我第一在射箭的时候吹那个箭呐，咻嘣过关。因为他没有力气，你知道吗？所以他只要吹就好，我不能把他扶着这样。那瞄准的是我啊。所以会赢啊，就是任何的这个小小地方累积在一起呢，就成为赢的契机了。好，你了不起！我们现在请沈富成宣布一下，优胜队伍是哪一队？来，李大哥，啊，优胜队伍嘛是蓝队。耶！好，今天的蓝队得到十个丰富的奖品，各位老师大声一点！恭喜我们蓝队能够获得黄金美人一面。好，恭喜恭喜！好。好，请你忙你的，请守护神为优胜队伍颁奖。来，奏乐。好，还有红蓝两顶他们这边的帽子。我们今天那个关主呢，哦，太好了，一人有一顶，而且还分红蓝两队。好，来红队，谢谢，
天我们要呢，在这个最后，送个奖品给我们呢，来所有的参加的我们的台湾的观众朋友。哎，谢谢这些可爱的观众朋友呢。这次跟我们来马来西亚呢，所有的票都投在这地方，我们从其中抽出一位，他的团费全免。大家注意听啦，这位幸运的朋友是。等一下，等一下，在抽出来这个人之前呢，我们要先讲清楚，要先听到你们欢呼的声音，好不好？这奖品属于你们大家的。好，这一位朋友是。她是一位女生，哦，相信是吧？是。姓刘，刘凤英，刘凤英，啊，那个是陈鸿飞的，怎么啦？你还好吧？太开心了，来接受我们守护神的颁奖。哦，恭喜恭喜恭喜这位刘小姐。好，那现在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守护神再我们讲几话，哎，多介绍一下这个绿野仙踪。啊，首先我要谢谢这个黄金传奇，啊，来到这个绿野仙踪，通过这个节目，也可以把我们绿野仙踪介绍给台湾的观众。嗯，那么我们很这个殷切也诚恳呢，希望多一点台湾的观众呢，来我们绿野仙踪这个地方。的确，我们这一次，其实我们在绿野仙踪呢，我们玩的只是一小部分，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呢，有待观众自己来寻宝，对不对？没错。哎，不过我们黄金传奇已经走遍了东南亚，把这东南亚很多地方呢都介绍给观众朋友。接下来呀，我们更要扩展视野，我们即将出发的地方叫做欧洲啊。对，我们呢踏遍了东南亚、东北亚呢，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这样感到满足。嗯，我们再把脚步呢延伸扩展到了欧洲。哎，我好像比你扩展的更远啊。欧洲这个地方呢，绝对值得大家呢期待，因为呢这可以说是我们第一次跨到欧洲的土地上。是，希望观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超级电视台，在礼拜天中午12点半为你播出的《黄金传奇》，黄金大飞行，拜拜。